找不死，他在招闪，没闪，没闪，没闪，装什么？别吃了，那真别吃了，那个真别吃了，哥哥，那个给上路，我再来，慢点慢点，一定要慢点。我操 ，nice， 还可以，哇，这个我的人头就好，很可惜。三 Q， 啊哈 ，G， 不想玩，没人头。蓝 buff， 看起来不想给我的样子，猜对了。阿克香，你队友没有复活过呀，哥们！救命！什么东西？拉屎！泽拉斯拉屎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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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！我这把真拿不到人头，哥们，有感觉了。我觉得这把，我操！救命！等我进了 CD， 勾引一下，勾引勾引，装啥装啥装啥，快勾引一下！啊！终于有人投了，救命！我操，可惜了呀！你在多音币直播间被封，我只能说真的是，你是一个特别有问题的人。哈哈，哦，不要抢！他不会给我。我这不回家把他封了，兄弟，别急，别管他，我抓着这个人。你在装啥？我操，没助攻的呀，哥们，这怎么办？发张马上就，慢点慢。哥哥，你这个。我操！怎么全都是泽拉斯的人头啊？拿了一个头还行，完美。这大过去，你这个人怎么每次都这样开大呀？别人都半血的时候开大干嘛？拉屎拉屎！不知怎么办，我回去了。扎克上我怎么这么狠？我没什么用呢，哥们，救命！没必要，没必要离这些人，不是正常人。我操！我进了全控，坏了！我操！砍砍砍砍砍砍砍！哎，我们来点作用，来点作用，那个 ADC 来点作用，来点作用！我操！我能不能来点作用？我技能怎么看到这么多？你，哎，我，带线吧，上把的 ADC 啊，哎，阿克上兄弟们，这个时候阿克上的。慢点。救命！艾克没闪，我能杀吗？我操！我的妈呀，好可惜！我有机会秒这个船长吗？我操，兄弟们，这怎么办？我操，有个大呢，好可惜，我这波大出来应该有机会守塔呢。我操，阿克香，三星阿克香，嘟嘟嘟嘟嘟，三星阿克香，兄弟们，嘟嘟嘟嘟，帮我复活！为什么我不能复活啊？操！为什么我不能复活啊？还行，
OMG， 现在不能说 OMG， 那个叫什么丧尸？我这样会空大吗？我操，真的假的？哎，真的，玩刺客一定要把一颗拉进去。这什么意思啊，哥们？三哥，妈妈爱你。我不能赢，我把他杀了呀。我手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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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行这不？我说了，这些卡玩卡债人都喜欢送，嘿嘿嘿，送送送起飞！但卡下那个位置刚不飞的话，他会被我杀。他飞的还行，他没有别的选择，他只能往那边飞。行，感觉要赢了呀！我怎么真的要翻了？哎，我说了，潘森的三个头等于两个头，啊，不是一个头，他七个头等于两个头，没用了，现在还可以打不过。我大大 CD 三十秒一个大，操，好烦！拉屎可以给我破个盾吗，哥哥？有点可惜。别冷静！这装什么呢？慢点，兄弟们，我已经把他那个船长杀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一定要慢点，一定要慢点。哥们，阿克夏，杀完队友复活拉近说，全都怪我，全都怪我，全都怪我，拉近说死了之后队友全复。哎，怎么寡妇没有复活啊？哎，这个英雄真的杀了吗？我建议杀了，兄弟们。阿克香这个英雄，我建议杀了，是个垃圾英雄。上把也是放盘局打得好呀，基本操作。英雄联盟心态游戏，你只要不放弃，继续打，怎么样都装起来。你不是你夸我的吗，哥哥？哦。不是你夸我打得好，不能装是吧？